谢大家，谢谢。哦，来来来来，啊，伫咱的舞台上，咱这小姐人啊，呢礼貌拢非常好安尼啊，对对。来，歌唱完毕，当然啦吼，啊，甲咱的好朋友呢来做一下问候，祝福者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甜甜甜的这个鸡，今日咱好，今日在你报，叫声音趁钱趁个声哈，我来把趁钱趁个滚哒哒，感谢你们听破声破声拍这么水，帮你趁钱啊趁水，谢谢。水啦，你感觉我是个灵魂安尼哦？人是真水，吼、哦！啊，搞到搞唱安尼啦，吼！啊，好话嘛不哩啊，好讲安尼，吼！哪会这搞安尼啦，吼！哎，足强的安尼啊！哎，无啦，你还谦虚安尼哦？没有啊，我有很多事情不会啦。哇、啊，很多事情都不会啊，但是很多事情都很会。哎，没有啦。该会晓的咱会晓，哎，该会晓的咱就莫伤计较安尼哦。对对。哎，迄、那个袂晓的咱就动作拢袂晓，拢袂学安尼哦。哎，加学加做的安尼。真的。哎，等下讲哦，这些拢学袂教安尼。无啦，真的啊，我觉得学的越多，做的。越多，啊，刚刚是假讲的，对啊，从外讲疫情当中，我们休息的时候，嘿，原本是什么都不会哦，嘿，不会煮饭，不会洗衣服，不会整理家庭的那个，对的，结果后果的时阵娘娘，外讲学会了，会煮饭。会洗衣服，然后会整理家里安尼哦，你有感觉无？我闻不得香啊！我你闻不得香，我叫你卖假搞，你安尼才假搞，会创哪样安尼啊？哎，你当作什么拢未晓安尼啊？哎呀，你讲我只会什么？我只会赚钱而已、啊。我只会睡觉。哦，你只会睡觉安尼哦。外公要睡觉的时间以后很长安尼哦，哎，不用常常睡。不行，我很注重睡眠。啊，今天哦，哎呀，哇，对了对了对了，睡眠要足才会漂亮，哎、欸，对，来啦，啊，谢谢啦吼，啊，感谢到咱姐姐做咱的好朋友安尼啦吼，啊，尤其呢，咱今仔今日咱的直播真正做感谢到阮的独家赞助，对，欸、哇，阮的迄、那个摩哥哥，有伫会场无？吼、哦，就去叫三四届安尼啦吼，哎、欸，一来对面哦，啊，一来对面咧无闲安尼啦，这样啊，无啊，大哥安尼有无？哎、欸，是咱迄个老板的同学，哎、欸，迄、欸那个同学有无？同学、欸，高中同学哦，哇，哎、欸，我讲啊，老板，你有读高中？哎呦，我还讲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还讲高中的同学呢，哎、欸欸，我还讲吼，真正做感谢咱的无啊大哥安尼，这么啊多年来安尼吼，你着咱的客人真正真通着真照顾安尼啦吼，哎，只要有节目，拢会记得咱客人安尼啦吼，当然啦吼，啊代表着阮的八龙头家咱客人，哦，咱的头家吼，感谢着阮的无啊大哥安尼啦吼，哎、欸，虽然咱无啊哥哥伫内底面咱咧无听到吼，啊但是有听到的，麻烦吼，甲阮转达一下，哎、欸、对，哎、欸，真正做感谢吼，啊尤其咱这小姐人嘛做感谢着咱的独家赞助，咱无啊哥哥安尼吼，咱有这个机会吼，来甲咱的会场安尼吼，来试困一下吼，对对对，试困一下，然后那种积少成多，对，哦，我来讲吼，有赚到有机会吼，对，我赚到无机会安尼啦吼。是嘞，吼、哦！你感觉这久无迄个现金咩？你感觉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我后尾有跟妈妈赶出去啊，你敢知影？我有没赶？我有没好跟房东赶出去啊？哎、欸，你还有迄个一些些零碎的工作，你敢知？没有啊。哦，我完全都停摆，你敢知？没有、啊，我妈自己找出路。妈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哦，迄、那个我都无什么通出路啊。我每天都在看有什么地方可以工作。妈、啊，真的吼、哦。真的。哎、欸，我讲人讲哦，少年人就是安尼啊。对。骨力啊。哎、欸，啊，若像阮这种有无？哎、欸，迄、那个老大人。什么人？你讲我少年人啊？啊，你少年人安尼啦。头家是倒一只。我嘛唔知咧，这个年纪足尴尬，你敢知？讲幼气嘛无介偌幼气哦，啊讲老嘛是无介偌老安尼啦吼。诶、欸，啊这这个小姐啦，中年人，啊、嗯，嘛、嗯嗯、中年人嘛也无搞啊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所以这是咪足尴尬的阶段安尼哦，讲小姐就好啊，啊你这个叫小妹妹。对，哎，所以就叫我青年人啊，青年，哦啊，青年的噻，少女嘛，对对，我青年嘛，对对，哎，青年应该是十八岁吧，哎，真尴尬，少妇，少妇，少什么啦？你少女，我着少妇安尼哦，哎，你差济安尼哦，我讲，哎，平平同款啦，拢是小姐安尼啦，哎，小姐，哎呀呀，你莫甲我讲，我送就好啊，阿姨，那，你叫阿姨，你知你叫我啥个？你做啥物啊？天的哦。啊啊对，姐姐，你叫我姐姐，你确定？欸、你看你比较老，你嘛有袂叫哦。新闻前摕出来比看卖哦。你讲你较老，我有听到。无、欸、一定做主持的就较老哦。你敢知影？有诶做主持做幼气的哦，迄二十外岁啊嘛有做主持。你几岁？你几岁？嘿啊，嘿啊。伊讲爱保密防谍。你45哦。偌济？你搁比我较济岁，你即摆是咧做啥？你安尼哦，你只当作我偌老啊？你叫你姐姐。嘿、欸，叫我姐姐。
快走落去的，你安尼啦吼，你安尼袂使。你三个要穿几号啦？你我当做做主持安尼，我本来就做下无，我介有气安尼啦吼。人才二五岁尔，你今日学这，你有够安尼呢？我是自作细汉的有无？就进入演艺界安尼有无？所以大家拢当做我做做下安尼。你这个看起来较臭老呢，你嘛唔好安尼。我臭老，我戴口罩，大家拢无看到，其实看到我，我最有气的呢。对啦。你十年前看到我嘛是安尼，十年后看到我嘛是安尼。对对。亲像香港话，你敢知？有一个主持最话就是安尼。对。嘿，你着四十四啊，安尼有无？嘿，啊，开玩笑。都不会啦。这是年轻啊。对不对？哎呀，那我还说这个他安尼无，你才十年甲看，你就臭老，就看，你像那杨坤杰，哈哈哈哈哈。我不会啊，可是我高中就长这样了。啊，真的，真的，我起来疼就对了。对啊。要啊，要啊，要啊，都介有气安尼哦。来，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老师，叶总会叶卡来，谢谢。呜呼，嘿，耶、yeah。你领到这个妹妹，开始，开始，你的弟弟呀，你的弟弟呀，哎呀。哪里是谁话要下去啊？哪里是我走下去哦？我们的公司在咱就在做咱的事情，大家。